为什么十字弩的弩箭不能回收使用？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想过，可为什么光子就是不上线回收机制呢？其实原因有三个。一，很难找到射出的弩箭，大家的想象是很美好的，射出去的弩箭拔出来再装回去继续用。可是仔细想想，吃鸡地图那么大，你发射出去真的还能再找到吗？而且弩箭本身就很细很小，吃鸡花草树木也很密集，估计再好的眼睛都很难找到。既然很难找到，为什么还要加入这项机制？二，箭头有磨损。大家都知道吃鸡是一款拟实游戏，就算加入这项机制，那么箭头射出去之后，击中物体肯定也会磨损，例如射到石头上、墙壁上，箭头都磨损了，伤害肯定大减，就算能回收估计也没人会用了。三，十字弩太冷门。如果十字弩的人气高也就罢了，可现在人气太低了，基本没人用，都没人用了，官方自然不会花精力研究可有可无的机制。如果想加强十字弩，从其他方向加强就行了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